Halo gamers, selamat datang kembali di channel Zaka. Hari ini kita akan memainkan game Three Kingdoms: The New World. Kita masuk ke server 1 Lubu. Server cowoknya keren ya. Cowok biasa aja ya armornya. Oke, kita pakai cowok aja ya. Oke, pakai tombak. Mirip-mirip Lubu ya. Kita ganti namanya gacha seperti biasa. Kita login. Oke, masih loading. Siapa tuh? Itu gue yang sama gue nih. Gue juga 要不是你在七星台界成西方，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不是，那天我刚一登上七星台上，就有人。前面的人听见，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请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卢布涅的灯，卢布涅什么事？不行，先问问我手中的偃月刀打不答应。 Battle. Oh, kita jatuh dari atas, gimana kita? Tidak. 在武将头像位置上滑，释放无伤技能。绝世无双！哇，果然能绝世无双！雕虫小技，别了。 可恶！这家伙的特效好生厉害！我赵子天专注特效30年，不让我来会会这个家伙。我乃长山赵子龙，疾风迅雷。哎，等等等等，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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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Wah, kitanya ada tadi nggak battle ya? Ayah, 这就是王霸之气嘛，我输了。 那就是轮回镜的碎片了喵。轮回镜，那是什么鬼？等等。 到底是谁在说话？ 吾乃常山赵子龙。 赵子龙 sama kita. 练习神，灯喵参上。这里是战前的赤壁喵，我们快让三国历史回到正轨吧喵。哦，要么把那个阿桑那个这里把阿桑。让三国历史回到正轨。嗯，是的喵。从三国武将手里抢回刚才那样的轮回镜碎片，就能用完整的轮回镜回复历史喵。哈哈，抢武将的东西。 我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普通人，摆明会被打死的，你揍吗？不干，我要回家。和人家收集轮回镜，最后所有时空都会崩坏，人家都找了帮手呢。一些回音，一定是我的错觉吧？我干，我干还不行吗？啊，是曼达林呢。
喂，导演，咔一下，对面这么多人，你是不是该用仙术帮我一下？非特殊情况，人家是不能在凡间使用仙术的。不过，人家已经找好了帮手，放心打他们呀。我去，这么关键的事情，你到现在才告诉我，什么心态？根本就无法逾越的玩耍了！放开我家主公！我的大盾早已饥渴难耐。对。神鞭神盾，变手快，你看呢？有其他？奥蒂玛吉达贝，你竟然闯到了这里？难道是疯狂迷恋上了我？好，我就给你一次挑战的机会。是这里，哈哈哈哈哈哈！谁疯狂迷恋你啊？不要侮辱我的审美，好不好？你看我的眼神早已出卖了你，来吧，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这家伙，我之前遇到的杂鱼都不一样，感觉打不过喵酱。好男人就是我。我来也。小英雄放心。咱也是受生肖神的委托来协助你的。对啊，对对，大家都没事儿。风游说。哎呀天！电光石火。哦，都我就能知道你。哎呀，啥子？这是露露大帝。给我来一决胜负。请点击这里。Okay, suruh balik dulu. Yang kedua dapat siapa nih? 放开我家主公！走开！不拉皮。刚才被拉皮给射了吧？对吗？好男人就是我。Yang tadi bantu kita dua itu. 请点击返回按钮。请点击武将按钮，请选择武将，请点击一键装备按钮，请关闭界面，请点击出征按钮，请选择关卡，请点击挑战，请选择上阵武将。放开我家主公！好男人就是我。Kita fight. Okay, 关于我们两家联手抗曹之事，你们内部会议拿出主意没有啊？大致方向是没问题了，但是合同里的这个荆州的归属权以及决策权，当然是由我们孙氏。外面好多穿着我军战袍的将士突然朝这边打进来了，是叛军吗？姓苏，我最讨厌反骨仔了。死诸葛又抢本都督的台词。哈哈哈哈哈！丢了丢了，本来的保护诸葛亮。不过说不定能从他身上偷到碎片。这是干嘛？鸟笼里诸葛亮，一路让他跌。Kita battle. Gampang. Ini 2-2. Lawan siapa ya? 大皇，竟然是你！为什么要背叛本都督？奇怪，为什么我心里有个声音，不能对他下手？这kayaknya nggak sadar diri。孔明哪有我帅？小雨。我招士兵，那是我弟妹阿屁，这一路是拉屁来的。孔明哪有我帅？请点击这里。OK。请点击武将按钮。请选择武将。
轻电机一键装备按钮、啊、有的武将可以进阶了。请选择关卡。那就来就来。请点击挑战。战斗要开始了。拜拜。要咱俩的一个。我的刀啊。另个金的 S 萌萌哒。哎，小乔、哦，你怎么来了这里？大家可以帮鬼鬼祟祟的家伙打起来了，一路追啊追，就到了这里。我来给你们怎么踢死了？不是跟你说过要注意自己是大家闺秀？算了，来了就来了吧。啊，小乔今天可以打架了吗？你现在就不客气了。开心就好。小乔，你说可不让怎么来呢？小乔猛冲！手臂妹，干掉semua dong， cepat amat ya， saktil， saktil itu Yumi。怎么了？你发现碎片了？我可以回家了？没有。哦，不过碎片肯定离我们不远，只是这些将士身上中的是邪，那可是处女座的喵，最不能忍受有秘密。继续看看喵。明明是东方的生肖神，却意外相信星座，是几个意思啊？喂！一生作弊啊！我带他们，我也是个作弊。另一个金的 S 萌萌哒，请点击任务按钮。快点去这里领取您的奖励吧。看来还以为这些武将是你暗地设计来阴我的。你说什么？嘟嘟酱，那些细节就不要太在意了嘛。目前看来，曹操那边下黑手的可能性最大。合同里的正义，三王再论，我们还是正式联盟吧。既然如此，不妨掩护我在江边搭建七星台，即使我借到东风，自可打破曹军。Terus manggil angin yang timur ya. Oke, Caiyun datang. Bodang, Yuan Xiao Quan Ma Zhi Lao. Caiyun kan ini. Ih, rame dong. Kenapa kau jadi terlalu cepat?这居然有好几百万！没错，你们这些战虎渣，乖乖投降吧！我当个赵赵爷，有点意思。我赵云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能力出众的人出手。吾乃常山赵子龙，疾风血雷。我是无敌。我什么不行啊？我讲的武器，奇谋神兵。哦，我来这个了，我拉春。真是的，我就是来要拉春。现在事情不妙啊！怎么了？这次的刺客和之前动物的那些武将，都是中了一种能操控人的心智的邪术。你看。什么？这是曹操他们下的手吗？哦、不对，刚才郭嘉好像也变奇怪了。曹操，你想让我去啊？你想要就说呀、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求我，我一定会去的嘛。所以说，赵云也是路走了你。赵云竟然是这样的人，我靠！你冤枉我一辈子。不再不想去说。吾乃常山赵子龙，请点击这里。您目标任务完成了，快来领取目标奖励吧。
Kayun. Oh, kita dapat kayun ya. Kita dapat kayun. Upgrade kayun ya. Ini kita upgrade, kita back. Kita lanjut lagi. Disini sakit-sakit nih area semua. Ini kita ambil, itu dapat siapa itu? Fragman ya. Oke, kita ambil Agin Buller. Itu ada lubu tuh itu gitu. Buat yang suka channel ini silahkan subscribe, like, komen, dan share. Jangan lupa buat nge-share karena itu bantu channel ini berkembang. Dan sampai jumpa, bye bye.